美国两名黑人男子上个星期相识的港口，我国也是重要的金融中心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。那么到底仲裁有哪些内容？裁决有没有约束力呢？稍后的主演天下带你去了解。丰盛的一天从这里开始。早安，欢迎您收看晨光第一线，我是蒋焕。我们先来看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。明年呢，我们晨光第一线的会有三场户外的 road show， 会分别去到邻里，也会去到学校，和我们不同的观众进行一个交流，同时呢，也是向大家推广我们这个节目。因为我们在户外直播的时候呢是非常忙的，在那一天，以往届我们的经验来说，就是首先我们会在演播室，还会在办公室会有一组人马，在这边继续完成我们的新闻编辑或者我们的读报的部分。那么另外呢，我们会在现场有另一组人马。那么大家会负责什么呢？第一是我们负责节目播出，我们会有一些节目的环节在现场会做 live 做访问，包括跟大家互动。还有一部分同事呢，他们会负责，比如说我们现场有一些活动让大家去参与的，比如说我们有虚拟演播室让大家去尝试一下做主播，我们还会引进我们的虚拟实境的这样的一个演播室的技术。因为你看到在棚内的话其实很安静，然后我们只需要做好我们那个当天的播报跟主持的工作。到了户外的话，我觉得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挑战，就是跟我们平时播报不一样，我们还要做当天节目的那个主持，控制大家的情绪。我还挺期待的。